那他又是送什么东西给我？不认识的。哦，谢谢。这个是什么？嗯，一个花。嗯，一个花。他画了东西。Drawing。嗯。嗯 ，drawing。画一个东西。啊。This morning in the cafe. 他今天早上做的。啊 ？Maybe three hours. 他用电脑？不是不是，你是哪边？手。耶。花了三个小时做。耶。是是是，它这个里面有立体感。嗯，画的不同。是的。耶，好漂亮。我们四个家是山顶的，要不紧张的样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要得，你去君子可能办点什么。